阿卡帕尼做的吧？还真像。嗯，眼睛对，开就对了。你叫什么呀？梁笑笑。在哪儿工作呀？海航。咱俩什么关系？夫妻。我在北海道有个朋友，叫什么？乌桑。2010年有个朋友去世了，他叫什么？李香山。他的前妻叫芒果，是我的闺蜜。我的爱好是什么？ 说瞎话不脸红。仇人眼里都是戏，那是能力，不是爱好。爱我。机器人再好，那也是机器人。沟通再顺畅，再默契，它不也程序设定吗？还留在原地一往情深呢？你这是感动自己呢，还为着感动他呀？你那么想他，为什么不叫他回来呀？ 知道什么叫思念吗？高山上盖庙还嫌低，面对面坐着还想你。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咱们喝杯酒，你也是四姐妹。有四姐妹的地方，能少得了你们俩？爸，我一切都好，放心吧。知道什么叫挂念吗？ 观念就是害怕，真是怕你过不好，怕你受委屈，怕你不回来。敬久别重逢。这些年我就是靠着信念撑着。我回来了。一辈子很短。 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，还是不正经是吧？